他好来一个特写机的，下一个特写，那个第十四个够高了，然后你怎么变那么高了？而且下一个是那个，这个是定点的，这是定点哦。啊，对手让它出镜没关系，要手让它出镜。我你看我用头脑的。右手是你，右手你要先给我。对，那这首先生拿好。还是你要换两位，会帮你接。我把鞋脱掉了。我好不容易变高，你要我脱掉？一点而已。啊。啊。可以了。我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九十好来，可以可以。可以。九，我看一下。可以。这东西我。对啊，这么急要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不要一身，我给他换左手，因为右手断跳，然后被他肘，应该拍到吧，都被肘击了。他要毁了男主角，我才毁了我自己吧，我怕他们给我剪那个预告，然后我就觉得，预告没有，但花絮有。哎，我被肘击，你到那边，我手有一点痛，你真的很痛。但是你打，因为打到这样，他打到了肩胛，骨头敲到骨头，就啪一声嘞。就是我们平时表情感情，错位了，错位了。正妻会报仇啊！我们就是假面夫妻啊，然后演员试一下勾心斗角，然后接着报仇，肘击，肘击。你如果是没有来上班，你知道？你如果没有来上班的话，黄老师，你有跳过这种舞吗？跳过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跳过了是不是吧？因为。我上次问他说，我出入火场的兄爱家，你有演过这种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男主角。你也可以分担这种这些东西吗？就是男主角。重点是他就一直叫我冲入，我想说你练习一下，你练习一下，再实习一下。太水了，滚水的比较刚哎呀！趁现在火都已经点起来，对，练习一下。他是要我进去试看看有没有危险。我闹那么坏，现在提早预习这男主角戏。那你们手跳，哎，跳跳，我不要。爱家是我的，不能摸。任何人都是可以靠近的。你如果要考古的话，他已经没料到你会来这一盘。跟上次，太困难了。